三民高中学生侯志翰最近参加全民运动会运动柔术项目新北市代表选拔比赛，因为表现优秀，要代表新北市参加十月份的全民运。所以来几个月，教练会为伊展开训练，希望为新北市取得好成绩。原本是三民高中武术拳击队侯志翰，因为教练为着让队员多元发展，开始学习运动柔术，想要到伫个进行的全民运新北市代表选拔比赛中得到好成绩。去学柔术，为了这个比赛我去学柔术，然后再去加强一些，就是因为他只能踢到要收回来，所以我要再多训练这方面的部分，就是收脚的部分。现在就是顺利成为代表选手嘛，一直到十月份的比赛，这中间大概给自己什么样子的一个训练？给自己什么样的训练嘛？就是第一阶段要再拿多一点，然后打法要再强势一点。全民运要伫个十月份举办，接下来几个月，教练会为侯志翰开始集中训练，希望会使让伊有更较好的表现，伫个全民运中为新北市取得更较好的成绩。然后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散打已经有踢打摔的部分了，他只要再加强说地板的一些关节啊、压制啊跟逃脱能力，对他来讲这个运动的一个表现的效果其实还蛮不错的。第一个是加强他在第一阶段的一个速度跟阻击，然后在第一阶段完的时候，近身的时候怎么去让他对那种柔道选手一些抗摔的部分或是防摔的部分再加强多一点点。这次参加全民运运动柔术新北市代表选拔比赛，有很多相当有经验的柔道选手，何志翰可以在这场比赛得奖，提升大家的士气，也希望他可以有更好的表现。记者彭景凯、林金如、罗州采访报道。